嗨嗨，选择一个新人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没融化没关系，是因为你是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心愿单，所以它可以随便换，就是。它的期限只有一天，然后隔天就会失效，然后有那一天的特效是这样吗？哦，没关系，那我就一日而已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那个就一日而已。嗨嗨，今天是李憨憨的生日，今天才更新，对对对。谢谢冰雪选的扑通扑通，刚睡醒，对啊，睡醒一下下了。不会跟室友吵架啊、哦？今天他生日还跟他吵架，就太不识相了。为什么你有圣诞 T？ 哦，你们还没有拿到圣诞 T 吗？哦，对，哎，我有圣诞 T， 还有一个不可置信的眼神看着我。对，你们还没有圣诞 T。这件是打样吗？对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们还没有圣诞 T。Oh man， 超讨厌！嗨嗨，大家！大家今天近水楼台先得圣诞节。谢谢芳芳的缘分相遇，我们会有小卡，你没有，特别溺爱妹妹日，谢谢装的告白气球，谢谢谢谢龙魂的吻手礼，溺爱韩寒月，对啊，你们不是应该溺爱了一个月了吗？嗨嗨。嗨嗨，欢迎张叔，谢谢你的缘分相遇，谢谢肥象的缘分相遇，嗨嗨阿奇，嗨阿荣，谢谢任平君的分享，嗨嗨，谢谢谢谢大方的戳戳你，今天看起来妆超淡的，你也看我的眼皮机制被吃掉哎、欸，对，我今天画超淡的，我今天只有画双色，我平常都画三到四色，我今天只画双色。我没有随时都在溺爱韩寒，谁溺爱他了？我跟你们分享哦，就是因为我不是都会买很多那个就是很好很好的衣服嘛，像什么 Snyder 啊和 Lit 啊，然后就是因为我想说，我最近买了很多新的香，就是也不是啦，就是。对，没有，就想跟你们分享一下最近常出现的一些衣服。对，然后呢，我刚刚在拿衣架，想要就是拿衣架的时候，发现哎，怎么衣架这么少？原来不是衣架变少了，是我的衣服变多了。嗯，
对，不是衣架变少，是我的衣服变多了。我想说，奇怪啊，为什么衣架变少了？哦，不是衣架变少，是我越买越多了。我想说，哎，怎么不够挂？怎么还这么多？就是还有这么多衣服没挂，但是就是已经没有衣架了，这样。下一步已经是这已经是买过的衣柜了。我虽然没有跟你们分享破音，然后放个音乐啊。旧的衣服该淘汰，哈，可是就很喜欢啊。衣柜变小了，你知道我一打开那个我的 YouTube， 它就是我平常喜欢对不起。就是我平常不是喜欢看一些什么推理，就是推理悬疑类的影片嘛。然后我刚下意识差点手去点那个，因为我平常破音，因为我平常真的太喜欢看了。然后我每次化妆的时候都会一边看，然后我刚刚就是下意识的很想点那个衣架要提花，等一下可以来介绍一下我用什么衣架。衣柜的空柜变少了，有欸。衣柜空间要不要借你？没有，我已经用到他的衣柜空间了。他用一个我要杀了你的眼神看着我，我已经征收他，就是其实这个衣柜这样子。我大概用了四分之三，然后他只用了四分之一，对，然后非常之不好意思。看不出来。啊，可以穿吗？他可以穿，但他不爱这个风格。你们自己说你们有喜欢看我穿的吗？韩寒说话了。哦，对啊，你今天生日文不是那个 S 牌的。I'll be thinking about you。可能平常常看我在发吧。啊？我知道不是我的、啊。不是啊，就是这个牌子，所以他们可能略有研究。对，星巴巴的热可可，经典热巧克力，坚决不改，一个就一下。付钱？付什么钱？小看执着仔。哦，好，来介绍一下，我平常常用的是，瑞典肉丸。家具行的衣架，瑞典肉丸家具行的衣架，对，然后他平常是这样子，一套好像是五个吗？还是一只一只卖？我有点忘记了。然后好像是五个一组，然后多少钱？99吗？139，忘记了。反正他平常就是五个一组，对，然后可以加购这个衣架套，就是他可以这样比较不伤衣服，然后衣架套一个19块这样，对，肉丸店的衣架，对，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是那个瑞典肉丸家具店的衣架，然后这个是我买的裙夹裤夹，对，然后它是专门拿来夹裙子的。我哪一天如果出二手衣服，大家要不要？有人想收我的二手衣吗？肉丸店，衣架套，买，全都要。你要穿身上吗？
我应该是说了没用。女犯，跳动我，手啊！突然，哈？少彤真的是好爱我。我穿吗？你要穿吗？要穿得下哎、欸，我怎么穿不下、啊？等一下，这一次的那个握手会让我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一堆女饭都比我还瘦，到底是想怎样？你有发现这件事情吗？就是找握你的粉丝有没有比你瘦？因为握我的女饭都比我还瘦，然后我想说。是怎样？这群人比我还不爱吃饭、欸，有没有在尊重人的？啊，没有啦，我是说那个来握我的女饭比我还瘦。1498件哦哦对，没有，真的是很过分。你们不要变相跟我说我变胖了，但我就胖，我就爱吃。现在等我笑的话。嗯，没有，你们都太瘦了。我跟你们说，人就是要吃得开心，好吗？好，嗯，对不起，拉瑞姐姐，对不起，经济姐姐，我检讨。对不起，各位经济姐姐们，对不起，我检讨。对于数字的管控，我们就以快乐为主吧。我爱吃面、欸，你们都不吃饭，你们可请给我多吃一点，你们这群瘦到爆炸的女饭们，你胖在哪？哎、欸，没有好不好？我跟你们说，他们真的是很瘦，就是你手直接握到骨头的那种，然后大家都小小只的，然后我就一直跟他们说，你们要吃饭了，你们真的要吃饭，我看你们都不吃饭哎、欸，然后大家都很害羞，然后小小声的。我想说，就是，真的是你们给我吃饭哦，每个都这么瘦，要我怎么活啊？告诉我，你的手明明就是我没有，我真的是各位女饭们，你们给我增肥，对，你们为了小偶像的面子增肥，快点增肥。是你太大只，草莓酱，你还敢讲话是不是？拒绝粉丝比偶像瘦，不行，你们真的是太过分了。嗯，是不是大多数比什么比谁比年纪比我小？可是蛮多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吧，我记得。直接握到骨头，没有，怎么了？为什么要那样？太狠了！仔细看，这个粉丝太狠了，他居然比小偶像还瘦。仔细看，仔细看，这个粉丝太狠了。高女犯半颗头，有还好吧？整体来说是，哦，对啦，我是真的都比人家还大只，没错。已经被列为犯人了吗？哪有，任敏君你也很瘦好不好？你这次是不是被大家认不出来？这次没有画家猫，没有被大家认出来，笑出来，好好笑，没有人认得我，面面也认不出来。你太瘦了，比莉莉矮，比莉莉瘦也是正常的吧？佩拉请吃，还有破音，佩拉请吃饭，你就是不吃饭的其中之一，请吃饭好不好？请向你的偶像学习，捏得出肉来，看到没？你看你妹哦，旁边那一位，你认不出来啊？好，没关系。等一下。哈喽さん，握手会谢谢来找我。为了面子逼女伴变胖，
比弟弟还是比弟弟瘦？你妹都认错人。已经不知道认不出来跟认错哪个比较好笑。女犯也要落实一餐一卷哈，可是我可以懂，就是女犯的食量比较少这件事情，但就是可能一天一点五张卷这样。谢谢博成的吻手礼。啊，他说后面。嗨嗨，泡芙大叔。任平均，这是为什么会内心重伤？你看你的标配有多重要。我努力，但最后比较好笑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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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不要走心，我怕你们直接那个心离家出走。对，没事没事。真的是没有跟你们说，真的是很怕会认错。我每次要叫人之前，我都会很紧张。对，任平均不要点点点，任平均，任平均，任平均，没事，回来好吗？没事，没事。哦，我跟你们分享啊，就是我有的时候就是买裙子之类的，然后会呈现在一个很尴尬的状态，就是我买大一号会太松，买小一号会太紧，对，所以我到底是要吃胖到大的 size， 还是要瘦到小的 size 呢？我觉得还要采购。哎，没有没有，我记得好不好，我记得我没有喊错，我只差没有说你的画家猫呢。没事，觉得比较好笑。OK OK， 嗨鸡，吃胖，吃胖没有怎样，一直知道，当然知道。没事，让那么好认真，他说聊男犯的体重不要。欸，如果你要聊男犯的体重，你们会集体离家出走吗？吃胖比较容易，大一号夹夹子，但衣服就会被别坏。还好我长得比较显眼。我的画家猫红红粉粉啊，啊不会，不会啊，很就很胖，我最近瘦了吧？谢谢看你的啾啾你哦，谢谢谢谢看你的啾啾你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我觉得这一次有一种，这一次有一种见网友的感觉。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受？就是我这次有一种见网友的感觉，就是有一些海外饭，就是已经认识了可能一两年了这样子，然后从来没有看过本人哦，然后这次终于看过本人，就啊、哦，哇哦，原来就是我第一次看到你。没有啊。你就那边的东西摆一摆就可以了，对，就是有一种见网友的感觉，就是哦，我终于看到你本人了，呵呵，对，大型网友就没有，对，有很多第一次，而且海外饭超多的，然后就是我遇到讲日文的粉丝，然后我就用我的破日文跟人家对话，那是你的日本饭，跟你想象不一样的人蛮多的哎、欸。嗨网友，嗨网友之一，对，嗨，我们都聊了这么久终于见到面了，他们带了一堆生写送给大家，谁谁谁，嗨五年的网友，真的像那个小易，就是认识，就是知道了很久但是从来没有看过本人的那种。哦，萌新啦，任平均说什么萌新呢？我应该要期待你滴两滴眼泪出来的。见到网友是正妹，那你应该要问粉丝们，见到网友有什么，网友有什么，有没有什么就是心得感想？看毕业的男人，笑死！看谁？
太长了，倒是也没有网友看。小易也是我们网友，对啊，你不觉得吗？就是这次有一种是终于是见网友的感觉，见网婆不能哭哭。我的新欢，谁呢？还是网友？嗯，鸡狗狗，你都没有来握手会。他如果来握手会，需要连来三个拜。啊，不然他是什么时候要来？拜三个拜。嗯，鸡狗狗，你是什么时候要来？怎么他都是网友？让他生下去，他学了你们。哦，原来如此，网恋奔现，好好笑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超那个贴切的，超贴切的那个网恋奔现，下次一定到，好啦，韩寒生日礼物，绝不能再看对对。永远最好，溺爱韩寒。生日会会去哦。有彩虹。哪里？这里有一小撮彩虹。哪里？看不到。看不到啊，在椅子上。什么时候粉丝网恋 CP？ 哎、欸，我在期待有第二对结婚的粉丝哎。林一那边不是已经有一对了吗？不知道未来堂堂会不会有一对。月圆的心声快坠落，还有还没到适婚年龄，但月月说到中间就唱过了。那天我生日，哇，恭喜六月 ，Miso。你说 Miso 要结婚？我倔强笑容，难难吗？啊，你们可以接结婚场白吗？哎。可是如果真的有可以接结婚场的话，其实蛮期待的耶，就是结婚场也是蛮浪漫的，看着自己的粉丝，如果能这样当面祝福的话也是很棒。上次生日可以去过，赞。帮忙撮合一下。你要干嘛？这里没有东西啊。感觉就很有趣，真的。那就不是我放的了。谢谢包子的水晶四叶草，还有小号角跟一颗星。我要开播喽，大家。啊，是啊。我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。婚宴蟑螂都得去，你说那一场，还是那个成员再办一次婚礼这样子。一直会宾客小妹的。啊，金额排桌次，抢客人，要过去祝福，你们过去祝福之后可以再回来，这样。你要去外面播？对啊。哦，拜拜。他要去外面播了。噔噔噔噔噔。我今天原本就想说你要不要去外面播，结果他真的出去外面播了，他怎么偷偷读我的心呢？你不一起出，为什么要去？午安，好久不见，你还敢在列外不进来啊？臭兮兮，还没有追踪我了。和你没有 vlog 吗？好想回顾。是不是没有生日会的？生日会是不是没有影片？我突然想到。就叫什么？然后也是有机会找好，对不对？我刚突然想到，好像没有。生日不去一起闹一下？从什么时候开始没有？谢谢大方为我续费一个月的粉丝团，我原本以为会有哎，我还一直在期待哎，很久没有了，真的假的？去年几月就没有了？
整放，我一直以为会出，所以我才没有，因为我根本没有拍，我想说姐姐会拍。谢谢 Hoing 的吻手礼，之前都没有，居然。到 Steph 突然来帮拍花絮发出来，我没有很会拍，痛哭失声。到后来就没了，欸，居然。我没有拍啊，因为我那时候一直想说姐姐们只是没有拍而已，我没有意识到没有影片这件事。库里讲卡哇伊，哈里有啥子卡多？自己请工作人员自己拍了，还有用一支 GoPro， 但我一直以为是姐姐们会剪，我一直没有意识到已经没有影片这件事了。结果殊不知两个都没拍，可是我还有日本要剪呢，我日本超多的。谢谢小易的啾啾你哦。我最近皮肤有比较好一点，就是对，跟很久很久以前比差很多了。但到底放哪去？对呀、啊，下次会先检查一下好了，就什么都没有。对呀、啊，真是的，皮肤好的秘诀。我这次去日本买了蒸脸机跟导入仪，对。我觉得导入仪很有用，好被挡了半个小时，对，很期待，请多发，好好好。每次都一忙，然后我的东西就被我一直放，一直放，一直放了。这次活动皮肤好、哦，我觉得比以前好很多，而且比，我其实戴口罩的那个时候都蛮可怕的，但就是还好都被口罩遮住了，最近稍微好一点了，可能因为长大过了青春期。好物分享一下，请多发，好好好。什么导入？就是日本很有名的那个，就是一支的那种导入仪，就是你去查那个 Panasonic 的导入仪就有了。然后我是买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那一支，但最有名是黑色的那一支。对，但我觉得导入仪蛮好用的，因为我自己觉得。我自己觉得精华液比较好吸收，跟隔天上妆真的有差。然后用久了，其实毛孔也会变小，就是不会，因为它的精华液都有确实的吸收进去，就是久了皮肤就是摸起来会有差啦。排行榜上面还有，就是它其实很有名，对，然后。因为我以前也会去我有去给别人特别做过导入，可是就是做导入这个，就是它其实不是一个侵入性的，就是一个东西，它就是就像加强你，就有点跟做，我觉得跟做脸有点像，就是它会让你的，它就用一个机器，然后会温温热热的，它会加速你的保养品的吸收，然后就是。我觉得有差，对，对，对，我怎么会在跟你们解释这些东西？对，我觉得，因为我自己其实是油，然后，就是混合肌 T 字偏油，然后两颊偏干，但好像说会很油，也是因为保湿不够。但我觉得我就是最近开始比较，对，应该说比较认真保养之后就有差，对，导入仪。对，对我现在其实蛮认真研究这一块的，然后就是自己这样推推推推推推，然后因为你买一支，好，我去外面做一导入一次可能也要，可能两三千块这样子，但你买一支那个叫什么导入仪，我这次买多少？34000的日币嘛，然
然后可能折合台币快一万块这样子。可是你那个导入仪就是一个礼拜可以用两三次，然后每次你只要用，就是像我是面膜用完，然后会先推一次让它吸收一次，然后面膜剩下不是都还是会有那个精华液吗？然后我会不浪费，会全部挤出来，然后再上脸，然后这样导入仪再导入一次，然后我觉得就蛮有用的。对，虽然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需要这些知识，但我就跟你们分享一下我最近在用的东西。对，可是我真的觉得不要去给人家做导入，因为真的很贵。然后导入这种东西，我觉得是导的当下你很有感，但是回去洗脸就有一种消失了的感觉。而且我觉得自己买导入仪的好处就是，谢谢小轩的小鸡蹦蹦，谢谢。然后自己买导入仪的好处就是，你导入之后你可以选你自己适合的保养品然后去做导入。对，我没有在业配，但是如果有这种业配要找我，我也很感动。对对，然后对，就是这样。没有，是因为缺水。谢谢冰球选的一颗星，就是因为你脸太缺水，缺到你的身体要有一个保护机制，所以才会出油。所以基本上你如果就是，因为我算是这一年来才开始很认真在保养，皮肤才有越来越好。因为我以前都是随便弄一弄，我连妆都随便卸。对，缺水了才会泛油，因为你的身体觉得它已经太干了，需要有点油脂来保护。谢谢庄颖的救救你哦。谢谢。对，所以我觉得除非但我觉得其实就是保湿真的很重要。谢谢林果的缘分相遇，近一两年才在保养，就是年纪到了要开始保养。那缺钱呢？就是我也有这个疑问，请大家教我。缺钱会犯累，好爱哦！大家跟我一样越来越有幽默感。缺钱会犯累，笑死！我自己也缺。谢谢小轩的向日葵花海，这个特效好好看哦。对，我突然灌输了你们很多你们也用不到的知识。对，真的。就是其实健康的食物都很贵，就是你吃得到原型食物都很贵，像那种健康餐盒永远比那些就是不健康的食物们还贵很多。而且我最近有意识到，我常常没有在吃青菜，所以我有时候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可能会点一盘青菜来吃，因为太不健康了。对，健康餐盒都超贵的，自己煮饭都比较贵，聊天的时候会用到，原型也都很贵，什么意思？我们收的是钱包，真的。对，50块就不见了，可是就是我觉得有点太不健康，所以必须要吃一下。健康餐盒煮的还是钱包不健康？对，我最近就是会就是特别点一下。谢谢四号，啾啾你哦。谢谢四号。没有，可是我觉得就是如果允许，钱包允许的话，真的可以去买一支导入仪。那如果你皮肤跟理财姐一样好，就真的不用，真的不要浪费钱。我是因为觉得我皮肤真的是烂到一个极致了，所以我需要就是对。嗨嗨，嗨嗨 ，Eddie， 怎么了？你在思考什么？哦，对啊，已经的没有，对，但我是觉得导入仪真的很值得去买一支。嗨嗨，小野木，
送给女生朋友，她会很爱你。可是我觉得这种东西真的是要自己去买，就是因为你如果不会用的人，不会用的人真的就不会去用它。但是如果会用的人的话，就觉得这礼物超棒的。那我没有，他还是建议他去买导入。我觉得健康这种东西嘛，就是啊，自己煮啦。谢谢你，我怎么会在那边 step 数快点？那个啊，7秒1秒，哎，谢谢 Eddie， 谢谢你来找我，好，结束，拜拜。没有，化完妆还是看得出来，我现在真的比以前好很多，我自己摸都知道，感觉不错，拍完 ING， 我是买 Panasonic 的，只有单面头的那一只是金色的那个，但我是在日本买的，所以真的有个便宜，就是东扣扣西扣扣。然后还要买一个蒸脸机，也是最便宜的那个。自己煮的青菜比外面便宜多，真的，就是青菜真的是你买一把回家还可以煮两餐呢。可你外面现在可能就是对，真的是勤劳一点，自己煮可以省很多钱。青菜是不是特别挑？没有哎，蒸脸机怎么样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做脸过，就是可能清粉刺啊这些的。蒸脸机就是你去做脸的时候，那个水雾就是有一个热热的水雾机的缩小版。然后我自己是觉得蒸完蛮舒服的。我的手手还被抓着 ，Step 小姐时间到了，笑死。那我不会挑菜，挑什么菜？嗯，说老婆在半夜要蹭我堆灰尘。哎，可是我觉得蒸脸机就是很舒服，但我觉得蒸脸机跟导入仪的话，导入仪比较有用。对，一餐都吃一把，你只吃菜吗？就跟喝汤一样，小鼠熟了，蒸栗子，哎，蒸栗子感觉很好吃。三个蒸汽眼罩可以模拟蒸，哎，不行，它模拟不出来，它就是。它的蒸汽是水雾很重的那种蒸汽，蒸完蛮香的，不会熟好吗？再问你的蒸脸机，我是蒸脸机现在都化妆台上，差很多，我可以吃很多，因为我是一个不爱吃青菜的人。谢谢小杰的扑通扑通蒸栗子卤肉饭，那个要那个。放炮啊！恭喜莉莉重回卤肉饭的 IG 个人简介上。对，蒸脸机温度不高，但就是，好像是说它可以增强保湿吧。蒸栗子应该是煮栗子口味，可是很少人把栗子拿来煮。没有，我觉得煮栗子更水一点，蒸栗子可能比较松软。谢谢，我知道，但我的手手还被抓着。没有啊，没有，我没有要放你们走的意思。真的假的？真的跟煮的口感差不多。对，科技改善肤质。这个我直接睡，笑鼠，蒸脸机直接睡着吗？买的时候也是直接走进去吗？什么意思？先去上班了 ，OK， 上班加油！不要煮太久就不会差别太大。之前买的好久没吃过，真的假的？火锅为什么会有栗子？敷脸清粉刺哦，抱歉迟到了，不会，没事的嘛。人家说时间到，我不可能放手的。蒸脸机，直接水真的。做脸其实很舒服哦，可是我蛮怕清粉刺的，因为我觉得很痛。为什么吃火锅会给栗子？好奇怪哦！180剥一个半，可能不会到180。等下我先看一下是剥多久。好像都可以耶，明天再播久一点，明天再播久一点，
今天播 1.5， 明天再播9点。让我看一下，应该没错吧？很害怕耶、欸。Let me see see。 嗯，好，对，明天再播。好，我确认完了。谢谢林果的啾啾你哦，耶。耶耶，那可能结束个好的启程，没事没事，小心起小心起，你放我不好笑，对，笑鼠，谢谢露莎的小号角，我吃很多香菜，朋友们一直说我很臭，你朋友也是蛮坏的，火锅跟荔枝真的蛮不错啦、啊，我很喜欢吃火锅啦，但火锅不能配荔枝。芋头、南瓜、胡萝卜一起做饭，他们不可以一起存在。啊，但我其实不吃栗子入菜，但它分开来我吃。哈塞桑，嗨嗨，外手会也阿里嘎多，谢谢你来找我。厕所待一个半小时，笑鼠。香菜的问题，那是什么问题？为什么会 staff 都不太推拉那个班里面的人不放手？所以通常成人们会自己放手吗？还是有没有蔡雅恩应该也是不放手的？还有谁？大家应该基本上都是不放手的吧？到底有谁会把栗子拿去煮火锅？我跟你们说，我一家不够了。我想再拆一点衣架来用，但我不想让你们看到里面有什么，所以我要小心的。应该不会看到吧？转过来一点点。应该不会看到吧？我给你们看，我跟你们说，我真的还有很。感激的妈妈，你是什么？自分で選べその色で何もいい。好，我要把它拆一拆。我跟你们说，我真的是太多衣服了，超多。这些都是那个洛基塔的，看还有，我的小裙子真的是拿不完。这样，等一下不够的。哦，然后跟你们说，如果你们想要跟我一样，就是买裤夹的话，千万不要买网络上的裤夹，因为网络上的裤夹基本上都夹不紧，然后衣服就会常常掉下来。对，所以推荐大家不要买，也是会有好用的啦。但我之前买过很雷的，然后那个裤夹就一直掉。时间还没结束就想逃的人，
逃什么？有什么好逃的？陪我啊！哦，哎，然后我跟你们说，我买了一件这个，我在日本买的，然后发现呢，程思源也买了跟我一模一样的。程思源，我们撞衣了。程思源，你为什么跟我穿一样的？你跟我买一样的，真的，一模一样哦。好吗？我比较不常穿这种风格，但程思源，你为什么跟我买一样的？程思源，我那时候看到他发的，他说：“水哦，撞衫了。”加海景会衣服的不一样，是也会啦，但是我自己就不喜欢衣服一直掉。程思源撞衫了，你穿是长裙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穿是短裙吧。程思源撞衫了。但这一件的材质蛮容易皱的，因为它是棉，对，所以每次穿之前都要烫。我不是跟你们说过我买了一个那个吗？我买了一个那个熨烫机，就是不蒸汽熨斗啦，就是对，蛮好用的 ，Panasonic。对，我的工具很多，没有，它的设计是应该是要平的，对。然后这里是很棒的 Her Lip Too。哦，谢谢哈塞桑的告白气球，谢谢哈塞桑。挂烫机，我觉得 Panasonic 的不就是蛮不错的。因为我也是爬文看人说只能买 Panasonic， 对。我不知道女帅的大吉啊会不会，就是我一直想问一个问题，就是大家会不会想看我平常都用什么 app 啊？就比如说，比如说看现在流行的都用什么 app 之类的，就是 app 推荐啊这种的。有挂烫，它其实不是挂烫，它就是蒸汽熨的。因为我其实一直很想要分享我平常都用什么给女犯们。对，因为我其实分享给男犯也可以的，但是我相信男犯应该用不太到这个资讯。对，我蛮多 Panasonic 的东西的。然后跟你们分享就是，这个衣架套可以用在，衣服是毛衣的时候，针织或毛衣的时候，衣服就比较不会被拉伤。没有，就想说我可以教教大家，对。我也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兴趣的，但就强迫你们。学习有就看呐、啊，好啊。男犯有女朋友的偏少，没关系，我会让你们成为一个贴心的男人，那个贴心的，不要总用空调，贴心的人，对，然后你就会交得到女朋友了。挂久领口会松啊，对，所以其实不能每次都硬拉，但我有时候懒得就会硬拉，错误示范。对，这件裙子是我观望很久的裙子，它超好看的，而且它超百搭，它连 T 恤都可以搭。对，然后也是蛮热门的款式。对，虽然我不知道讲这些你们会不会想听啊，但就强迫你们吸收。谢谢，很实用。这件真的很好看，我很喜欢。
てしまう Time after time keep you女生衣服，女生的衣服真的是，真的是，我真的是很喜欢 Snyder 的衣服，但就是它真的价钱比较不平易近人一点，但就是衣服品质反映在价格上面，对，起码我自己觉得买的就是，对，我的最大开销应该就是买就是。穿衣服了，对，长高，再来就要长高，小鼠。不啊，可是我觉得这种不一定要长高哎、欸，哦，可是这种衣服比较地蕾系一点，对，Rogita 就是蛮地蕾的，蛮知名的一间店 ，Rogita。但地雷就是我以前比较穿量产型的时候比较会穿这些，我现在比较偏熟女的时候就比较少穿这种衣服。我刚刚都挂哪边呢？这边。对，买得很开心。知名地雷，什么知名地雷？对，知名地雷系的衣服。对，我也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想听这些，但我就很想要跟你们分享我喜欢的东西。对，没有，因为就是因为衣架不够了，但我想要把这个衣架拿来拆来 Snyder 用。是在臭你嘞吧？谢谢哈，谢谢。那可以出二手，就。可是这是妈咪买给我的，我就是格外的想要把它好好收着。今天素颜丽丽没有，我没有素颜，我有化妆，只化很淡而已。因为现在皮肤比较好一点，就可以化比较淡一点的妆。とてもやだ。嗯。もう一緒に。夕焼け。ちゃちゃ。这一件的真的是很好看。那加嗯，地雷系是什么意思？好问题，我不知道地雷系要怎么解释。就是你可以上网查查看地雷系，就是它其实是一个风格的统称。可是我以前本来也不会画地雷系的妆，我只是就是风格转换啦。以前比较喜欢这种珍珠宝石很多的在身上，但现在长大比较喜欢素面一点，低调的优雅。要卖衣服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要卖衣服，我只是分享一下我的衣柜。レタクレ何気ない毎日を君色に染めておくれよ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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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そうに今日手放しにしまった。ちゃんちゃん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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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哒哒哒哒。もうダメだ。さあ、蕾丝的嘞，我一直都很喜欢啊。考虑开一间自己的服装店吗？我超想的、欸，我超想要未来有拥有自己的服饰品牌，是像娘娘前辈的那种服饰品牌。可是我还想要更强调我自己的风格。我觉得像算量产不算地雷。我跟你说说说什么？小心拿下小心的杯子。欸，我其实很喜欢小心的那个，那叫什么？差点讲加卡比，不是加卡比，那个叫什么？什么比？那个绿色那个叫什么比？巧克比。对，我觉得喜欢巧克比。然后那个卡路比不是加卡比，不是巧克比。对，我喜欢那个巧克比。谢谢听的戳戳你。我这次去日本买了两盒巧克比，但我把一盒给弟弟了。
对，都是什么笔？对，我喜欢巧克笔。哎，不知道有没有人有那个，你们有跟到那个，小魔女哆瑞咪的那个变声器吗？因为我突然就是，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变声器的 iCash， 然后我就突然想要一个变声器的 iCash， 然后但是我看到小魔女的时候，我在日本，它发售的时候我在日本吧，好像波隆超贵，现在就是超贵啊。那比起波隆，我更想要那个小樱的魔杖。那个面面原本说他要回家再找找他有没有多的那个小樱，对。但我超想要那个魔杖，我也想要，我也想要近战就变身波隆的包包。对，我想要，我也想要会发光的，我也想要变身。虽然我好了，我是小魔女哆瑞咪的年代吗？好像不是，但我有看过。对，我是珍珠美人鱼的年代，但对，我想要变身器，发票存里面。对，小魔女哆瑞咪，噔噔噔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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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叫什么？波波丽娜贝贝鲁多，霹雳卡霹雳啦啦波波丽娜贝贝鲁多，我一定会笑出来。霹雳卡霹雳啦啦，可是哎，是不是也有巧克力的？巧克力的也很可爱哎。拍拍碰碰，温柔优美。看过什么都不奇怪，谢谢。魔幻舞台，等下魔幻舞台不是这个吧？等下有没有人看过《星光少女》的？但是这是比较后期，就是我长大之后再出的。但我很喜欢《星光少女》。帕梅鲁克，拉鲁克，月英高亢是吗？我记错吗？有人知道星光少女吗？我喜欢小樱的，表妹在看的。温柔优美，用闪亮的歌声开始现场演唱。七彩的他们说的吗？七彩的微风，侧着脸轻轻吹拂，像流走，流到没有纷扰的角落。要不要来首爱歌曲？闪亮动人的爱剧，要不要来首爱歌曲？星光少女，海斗，有愿意把滋滋的感觉当真。小魔女光美，光美的美是什么？为啥你可不可以都知道？隐藏着黑暗力量的钥匙啊！您的主人小樱命令你封印解除，狂风暴雨的海水在等待，我们是坚强的小孩，成功或失败，心情都不曾停摆，因为拥有爱。让我的心 unlock， 其他林，等下其他林怎么唱？我超喜欢其他林。我觉得，我觉得皮肤白的那个很帅。这种人跟心思是不是？我喜欢心思，我喜欢白的那个。
黑皮我还好，那个我一直秉持着动漫界黑皮我还好，直到了安室打破了这个惯例。对，安室是我觉得唯一一个帅的黑皮。对啊，其他皮啦，花样明星キラリ。这时候的恋爱的感觉，大声发布爱的宣言。我小时候超喜欢看 Kilarin 的小奈，小奈很可爱。任你心飞。打不安这是我的，没有安这是我的，我是日本，给平次一个机会，不要。跟你家在一起这么难吗？让你假装自己很强，难道这就是命运吗？我的心因你的想象慢慢的甜，你看和想念的心放在心里面，只是你还听不见。首先有一种像恋爱的直觉，大声发布爱的宣言，让他人的温柔同样的直线，能人停止我的双腿。但有一天，人的温柔进你心扉。哦，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以前的电板是 Kilarin 的，我的电板是 Kilarin。平次在哭泣的声音，那就让他哭吧。平次我真的还好。安室真的是，等一下我就问有没有男生也觉得安室很帅的？有没有男生也觉得安室很帅？如果你们觉得安室很帅，那我觉得安室很帅就没有问题吧。安室他真的很帅啊。小五郎我真的还好。电板带不进考场，带不进。黑鸡是蛮帅，是不是？就很帅啊！难道这就是命运啊？有一种像恋爱的感觉，大声说出爱的宣言。觉得帅不一定要爱上，没有，这你们就不懂了，真的是很帅。请你清醒。没有，是蛮帅，是不是蛮帅的？阿木豆，嗯，阿木豆，安室透，福利尔，等一下哦。好，那你们是安室派的还是安室跟另外一个叫什么？我直接忘记人家的名字。那个狙击很厉害，那个叫什么？安室跟。安室对赤井，你们是哪一派？你们是安室派还是赤井派？基德，嗯，好，那安室赤井基德，但赤井居然是赤井派，没有吧？要安室派啊，安室没有，安室就是第一名，他是全世界的老公哎，他怎么可能输？
没有没有没有，谢谢抓肯的救救你哦。Yeah. 我今天看起来超素的，是发生什么事情？哦，不行耶，这个光不可以打这样，很可怕，有点暗。苹果派没有，现在不是要出什么草莓派吗？还是什么？没有，我知道你们都喜欢的都不是这些。记得哎，真的记得好久没出现了。自从安室跟赤井出来之后，记得这戏份就变少了。除了偷东西也没干嘛，他可是偷走那个万千少女的心啊 ，Kid， 对，基德是 Kid， 最喜欢其实是小爱。那你们是柯基派还是新蓝派？谢谢幻影战士带你去流浪，是日本还是全世界？我是日本啊，他喜欢日本不是吗？我就是日本，他喜欢什么我就是什么，他喜欢全世界那我就是全世界，我是安室的全世界。柯基不是柯基啦，柯哀啦，笑死，柯基也可以啦，柯基柯基也可以，柯基也可以，柯基柯基也蛮棒的。那个新一平次我也可以啦，对，柯基笑死。你们真的是不要这么好懂，谜一样笑容。事情逐渐变得难以理解，难上加难。有一种想恋爱的感觉，大声说出爱的宣言。哒哒哒哒。西西有点不妙，上一周的歌曲腿在哪？还好吧？你也是科智能官哦，还好啦，我还好。安利。我真的没有听过什么安利。握手会那一天，到底是谁让汪同学在那边给我唱我爸的笔，害我直接以一个非常惊恐的眼神看着他，全世界都听到他在唱我爸的笔，然后我想说，而且我旁边还隔了一个林一哦，我想说为什么会有这个声音，一看啊、哦、汪同学，他给我一个很大声的唱我爸的笔，然后就汪同学。请捡起你的偶包。一直生日快乐，我没有生日。难能可贵。对啊，不是啊，每次汪同学都会就是一些出现一些就是会让我啊的行为。对，生日是隔壁棚，不是走错棚，走错棚。是李彩杰，不是李佳丽。你说你别说，我小姐中间是隔离，你们听到你听，还好吧？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我握完两天，我的喉咙真的很痛，真的很痛。那个麦克风真的不要闹。真的是，说要关掉还会被骂，真的是，还说，我还被念说，如果有粉丝来找我，跟我反映你没声音的话，那就是你的问题。我想说，啊，你的麦克风就一直叽呀，又不是我的问题，真是的。对啊，啊就一直叽没，那叽的我就听不到声音，然后我就把它关掉啊。谢谢大风的告白气球，哎、欸，可是这真的不是我问题，我喊完两天我已经没声音了，我还被骂说，那关掉，如果有人那个有粉丝在找我反应的话，那是你的问题。没有，我试了两三间的麦都长这样。
干嘛就不是我的问题好不好？不检讨嘛有问题，检讨我有问题干嘛？我已经吼得很大声了欸。我直接被警告。很大声你还是后面都要吼了，我喉咙超痛的。对，解决提出问题的人，对不起，所以你们哪天看到我消失了，我就是被解决了。对，但我试了几步，然后都有这个问题。对，对不起，好吧，那是我有问题。这，对，哪一天我消失了，我就是因为提出问题被解决的那个。但我没有听到有麦克风的声音的，因为只有我没有麦克风。但我其实已经吼很大声了，但是因为开了就是会滴，而且会滴很大声。那个滴了之后，我更听不到你们讲话。我没有，我没有不想跟你们聊天哦，是真的是那个麦的问题，麦克风装饰而已。所以你们真的听不到我讲话吗？可是我已经吼得很大声了，忘记进去笑七秒了，你好奇怪哦。进去笑七秒，哈哈哈哈哈哈哈，直接干扰，对啊。对，我要成为就是提出问题被解决的人了。这麦克风真的很吵。真的很吵，我只要一贴上那个板子，然后就是狂滴，然后反应之后就是那是对，那请你后退一点，对，我想说，请我后退一点，好，没关系。三楼是跳绳，哎，对耶，还我陈超哦。听得很清楚啊，不断尖叫了，在列外就听得到声音，因为我不知道，然后反正我就觉得我被骂的有点无辜，就是我已经很认真在用吼的了，但我还是被骂，我就想说，我为了解决麦克风这个问题，我已经吼，那时候是第二天发生的事。我就跟他说，我就跟他们说，我没有要用麦克风。我跟处理这个问题的，就是那一位姐姐说，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是谁。对，我就跟他说，就是我没有要开麦克风，因为开我已经试了两部了，开了这个麦克风只会让我跟粉丝彼此更听不到这件事情。然后他就说，但不能不开啊，你如果不开的话，那。就是有就是如果粉丝来找我反应的话，那就只能就是是因为你不开所以导致这个问题。然后我就说，但是就是开了，事实就是开了就更听不到啊。然后他就说但是如果你不开的话就是有这个问题。我就说好，没关系，那我开好不好。对，我就对啊，没有啊。然后事实证明，就是结束之后，其实很多人都是没有开麦克风，因为那个麦克风就是会干扰。对，然后我就觉得，我就觉得这真的不是我的锅，但就是我还被念了一下。对，好，我们说好，没关系，那就开好吧，那就开。对，那肯定看定不到谁的问题，那就不是我的问题了。我已经很努力的照做了。换手机啊？没有，我就说好，没关系，那我开好不好？我开，但后来是把它关掉了，因为开了就是听不到。对，后来是把它关掉了。而且我第二天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，我是。喉咙很痛的情况下在处理这件事情，因为我第一天回去吼完，我真的已经喉咙很痛了。然后我每次，
握完一两个人，谢谢抓可爱的熊抱，耶耶，对，谢谢抓可。然后这个问题明明很多人都有，但是就是，对，就跟我跟你们讲的这样子一样，对，我就觉得，所以是我的锅了哦，是吗？对，我如果，然后为就是他们要这样的话，我其实也可以放任那个电流声没关系，但我就是不想要让大家的握手体验变不好，所以我就用吼的，但是我就有一种。为什么锅回到我身上的感觉？为什么？这不是我的锅吧？所以我那时候听到这个回复，我其实觉得有点微傻眼。没有，因为我不知道来握手大家有没有在要进来握我的时候被我喊停，因为我其实两天下来的。握手会我喊停蛮多次的，因为真的太影响了，就是我包括我喉咙已经喊到很痛，我一定要停下来喝水，跟我一定要停下来处理这个麦克风的问题。对，我想去开个灯，等我一下哦。那这就是命运啊，有一种像恋爱的感觉，大声说出爱的宣言。我顺便把小枕头拿过来了。再放音乐。我只是觉得，就是我反映了这个问题，但就是可以不用给我这个回复，就是我会觉得有点傻眼。大家差不多可以打内容了，我们差不多要念榜了，已经播了1小时17分了，大概两分钟后我们来念榜下，谢谢数学课本，救救你哦。哦，谢谢谢谢香槟 level 6，谢谢谢谢谢谢西西的缘分相遇。谢谢树客的啾啾你哦。解决问题不是已经跟你们说了吗？有电流声哦，有电流声哦。没有解决提出问题的人。谢谢佩拉的小号角。差一点上了。而且我也不是想要找茬还是怎么的，我就是想要有一个大家有一个好的握手体验，所以才说就是要不就不要开了吧。因为我到第二天我真的是不想开那个，谢谢九蛋的告白气球。可是你握完了不要帮你解决，还是我们下次都不要握这么多，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。我只是觉得有种被针对的感觉，哎，如果就是我如果都没有握，那是不是就都不会有这些问题？我是觉得我很认真要解决问题，但我就是被针对，就是有点觉得，我想要给我的粉丝一个良好的体验。谢谢包子的啾啾你哦。对，就是还是我不握，这样他就不用解决问题。我是觉得就是到底，
谢谢艾莉，救救你哦！因为你知道，毕竟当时还是要继续下去的。谢谢艾莉的救救你，谢谢 Popo 的新礼物，全媒体跟公司反应，因为反应了还是对同一个人，反应了还是同对，没有什么用吧？对啊，这个东西从以前就在反应啊，但反应了都还是这样。你看我们麦用多久了？对，谢谢 Popo 的救救你哦！不止你们反应了，我们反应都不一定有用了，是不是？我真的是，我为什么一直喊停？我是不知道我有没有因为这个喊停的举动害大家抱怨，但是我就是不想要给来我的列排队的大家有感到任何的。听不到还是什么之类，所以我宁愿吼到自己没声音，我也不想让大家，我就想要你们来找我握手的时候是开心的，然后有办法很开心的聊天的，对，然后，对，没有，我就一直喊，我就说不好意思，稍等一下，然后就是可能大家已经踏进来两步了，然后就是因为有时候就是你知道。就是接的比较赶一点，然后我就会说不好意思，请等一下。然后就是可能粉丝就踏进来两步了，然后我可能就是跟他说，只能说不好意思，等一下，就是我喝个水，然后那个处理一下麦克风。不想听，没有啊，大家就是粉丝，大家都很好，没有说什么。但就是我觉得，就是一直处理这个问题不是一件好事。就是我觉得，对我自己觉得要让大家有一个好的握手体验，所以我不喜欢，就是我不想要让大家进来，但是听不到我的声音或怎样，所以我只好喊停，然后解决这个问题。对粉丝来说是真的，笑鼠。对啊，所以就是。希望大家如果有什么听不到还是什么之类的，就是可以跟我说，我可能可以重复一下那天的话，如果还记得的话。对啊，我其实到今天喉咙还是不太舒服，但嘛没关系啦，对，毕竟，因为我真的觉得，就是你都花钱进来了。然后我就不想要这么，就是我想要让大家觉得物超所值。谢谢庄的掌声鼓励。好啦，那我们差不多来念榜了。谢谢九蛋的掷骰子，谢谢。那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有粉丝觉得我太极端，不应该这样子讲话，但我就是。我不想让大家的权益受损，对，我要替大家争取权益。欢迎光临。把所有的开场那天，我该从哪里出发？手心好痛 ，Sorry。物超所值，有人用奇怪的反应看着我。好啦，差不多要念榜了，也很谢谢来找我的你们。我的戒指，哦、对不起，谢谢天灵的吻手礼。列队被质问，质问什么？我们明天再来聊，觉得很好聊哎、欸。对，他的存在感很重。护手霜就吃了，那护手霜真的很香哎、欸！戴戒指真的都是坏孩子。手放桌上，然后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情，就是你知道，就是大家握手会都很激动嘛，但是我直接被抠出一个洞哎、欸，而且这洞其实蛮深的。就是大家说 Hello 家里，砰，然后就嗨，
嗨，就是嗨，然后眼泪这样嗨，很痛，而且我这两天我大概装了4-5次，然后某一次的，就是某一次，反正我就是要握手前，然后就发现，怎么一个洞？握手才发现，就现在有味道。是你更激动，对啊，他就说好开心，咚，然后就，表情逐渐母汤，但没有，我还是有努力笑的，但就是我的手就是好痛啊，对，然后也脑袋直接空掉，笑死，在另外看你包扎，对，对，就是大家太激动了，直接一个洞，然后你妹妹就。表情没事，内心他然后那时候那个，就我在包扎的时候，就是他们还想叫我缠绵苏里达摩，说不要，这会往生哦，这真的会往生，就没关系，就先没关系，然后我们就是先贴 OK 绷就好了，不要让大家摸到伤口就好了。不然好像也就是对大家不太好意思，对，所以就先贴起来就好了。然后呢，因为我不是倒数第二步是合照会嘛，就最后一步忘记包扎了。然后我在最后一步握手的时候，一直握到伤口，然后我就一直快要往生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大家会，就是你知道，因为我平常都跟大家握手握很紧嘛，然后大家就很紧的回复我，然后就是有压在伤口上，然后就这样，呀，但是我不敢说的，然后就对，还好啦，没事。一太 OK 绷太痛，而且它是有流血的那种，一点点啦，没有很多，就是 OK 绷看起来就是它有一点点血的那种，就是蛮有一点深，对。然后我最后一步在握的时候忘记贴 OK 绷，然后就这样，呀，我的内心在呀，但是我还是就是表情没事的在握手，但我的内心在呐喊。痛啊！拍谁都没发现，不会，好痛，没事。好了，我真的要念榜了，然后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呢。好，我要念榜了。第一名是 Drake， 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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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谢谢第一名的 Dragon， 谢谢 Dragon， 谢谢第一名的 Dragon， 耶，谢谢。第二名是包啊，谢谢包啊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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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宝娃也在忙，还是宝娃没在忙？但宝娃怎么好像没有改？宝娃没改内容，没关系，你们如果有改的话，我等下再点进来念一次啊。谢谢第二名的宝娃，谢谢宝娃，耶，谢谢宝娃。第三名是数学课本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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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第三名的数课。请你改名叫日文课本，谢谢。谢谢日文课本，真的很漂亮，我本来就漂亮，我怎么这么好看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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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谢谢。对，不要自己嗨完自己尴尬。
谢谢谢谢数学课本，谢谢日文课本。你什么时候变成日文课本呢？数学课本。谢谢谢谢第三名的数学课本，谢谢谢谢书课。第四名是幻影战士，谢谢谢谢幻影战士。明天再一次好，明天再聊，没事没事。希望你的握手会体验非常好。谢谢谢谢幻影战士，谢谢第四名的幻影战士，谢谢谢谢幻影战士。第五名是泡泡，谢谢泡泡，嘿，好可爱。买完衣服、做完头发和美甲后，打开钱包发现已经没钱了。你去玩一趟日本，感到很开心，但是已经没钱了。你就是啊，我好快乐，但钱包没钱了。没关系，这样才会有动力赚钱。对，宝宝你怎么也没打？没有什么好说的吗？没有什么好说的吗？累死啊，累死啊！直播间，谢谢谢谢第五名的泡泡，谢谢大家怎么都没打，大家都在忙哦。谢谢谢谢第五名的泡泡，第六名是大风，谢谢大风。你呢？你有呢？我现在中文给忘了，没事没事。嗯，好像就晕了，都不太敢出力，没事没事，晕力力是好事。求下莫姐们，下次来解锁可以啊，下次再来找我解锁。哎，怎么好像不会不会，没事没事。到时候就被立顿。对啊，怎么可以呢？只可以握我啊！时间到了，他郭一姐，怎么会想看看？好啦，那对远道而来，那你下次就只能看莉莉，因为你上次看过大家了。现在只能抽一部，现在嗯，哪个？隔天早上，天哪，五点，好辛苦哦！机上娱乐正有 TP 的无垢之路们，居然，哎，我其实很想做做看星月，星月感觉很棒，你觉得坐下来体验如何？谢谢握手，こんにちは，强制选项做出来练习，没有，那下一次就是我一定会好好提升我的日文程度。很好的回忆，希望大家下次再可以再来找我握手，大风也是，下次一定要再来找我哦。谢谢谢谢大风，谢谢第六名的大风，谢谢谢谢大风，耶、yeah ！第七名是小薰，谢谢小薰，谢谢港都侦探小薰，你的头像好酷哦，为什么你有小鸡蹦蹦的头像？太可爱了吧！谢谢第七名的小薰，谢谢谢谢小薰，耶、yeah ！第八名是卡尼，谢谢卡尼。弟弟好，人家弟弟弟好开心。他在团结，他不会中了你们日本那家人。对，有就是最近就是有来找我的海外粉变多了，觉得开心。好，周末公演见，马蛋呢？谢谢卡尼，谢谢你来找我。谢谢第八名的卡尼，谢谢。第九名是 Ting， 谢谢 Ting。合照会很，这张公演见。我会只压力山大，好可怕！然后李彩杰找我联播，笑死！好，没关系。嗯，谢谢 Ting， 谢谢第九名的 Ting。好，等一下。你要帮我唱生日快乐歌啊！我在念吧，你叫麦唱生日快乐歌。快点，它快爆炸了啦！它一直发出声音。它本来就会发出声音。快点，快点。祝你生日快乐，嘿！祝你生日快乐，嘿嘿！祝你生日快乐，嘿嘿嘿！祝你生日快乐。嘿嘿，好，我要许愿哦。干嘛？干嘛？有点好笑，要不要再唱一次？你刚刚是你刚那样子的，好啦，再唱一次。预备，开始。
祝你生日快乐，嘿嘿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嘿嘿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嘿嘿嘿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嘿嘿嘿，耶，生日快乐 ！Oh my god， 你看他快烧起来了，他忘的哎，人快点，好啦。希望大家都过得健康、快快乐乐、开开心心。然后呢，第一个愿望，希望，希望我，它快烧起来了，快点许啊！你不要顾着，快点吃，快一点。我们蜂蜜蛋糕烧起来了，感情很好。好，第三愿望，你感情很好，好大，它烧超大的，赶快吹熄啊！我在许愿，好，吹不熄啦！快点！啊，我要！不行啦！你等下不要把整个家烧。它有那个。快一点，吹熄很难，是不是？用力一点。不行，它有那个快断掉了。快一点，用力吹。你吹那个那么小力。Oh my god！ 它喷出去了。捡起来呀、啊！我是有超级多灰烬的哎、欸，所以这你把它捡起来。好，拜拜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就问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就这样被凹了一个生日快乐歌，还唱了两次。念到哪？我念到哪里？真的是傻眼欸。我念到哪？好像要念西西了。谢谢刚第九名的听，谢谢听。耶、yeah ！可以，这周公演见。我喜欢那个欸。我发现我反而要就是奇怪一点的动作才会长得特别好看欸，我觉得那个大法师的动作我长得很好看，给一个赞，而且那个形状很漂亮，谢谢谢谢听。第十名是谢谢谢谢谢谢，因为这里面很多就没外行，因为家人在讲内容，不要那么记仇，我没有记仇，但你可以追踪我一下，对，对，没关系，不来问我没关系，但可以追踪我一下，对，没有问我真的没关系，你可以去问涵涵，对，但你可以追踪我一下，谢谢谢谢西西，谢谢好久不见的西西，虽然你没有进来，但我有看到你哦，谢谢第十名的西西，谢谢。第十一名是林果，谢谢林果，谢谢。想放假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我也想放假，但我的放假就是不是平常的放假，是想去日本，对，直接想在日本常住。咦，感觉如果在日本常住一定很幸福。可以给涵涵比较多灵魂生日歌吗？有，我刚又再唱了一次了。那感情呢？没有感情。谢谢谢谢林果，谢谢谢谢林果，放个音乐，等一下啊，放个音乐，谢谢林果，谢谢第十一名的林果，谢谢。第十二名是钟颖，谢谢钟颖。我只会两天，有啊，穿了很多不一样的，穿了很多，而且会继续爱着莉莉，一定要的吧，爱莉。请专一心一意的爱着莉莉，谢谢第十二名的钟颖，谢谢谢谢钟颖。第十三名是九蛋，谢谢九蛋。人在隔壁忙碌中说，
他说他要参加这次，然后却这一次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没事，真的没事，不要太，就是对，真的你不要太往心里去，没事的，我就是跟大家很，就是你知道，跟大家就像朋友一样，对，所以不要太在意自己，就是可能说错话还是什么之类的，对，没事好吗？没事没事，不要太往心里去啊。虽然我觉得你应该根本不会听到我在跟你讲这些话，因为你在理财节日台。谢谢谢谢九蛋，谢谢谢谢第十三名的九蛋，谢谢。第十四名是小易，谢谢小易。嗯，等一下，这是面面的内容哎、欸、啊，我的内容呢？请问小易，请问我的内容呢？Where is 我的内容？不太对吧？你怎么会写面面呢 ？Hello，Hello， 林尊，谢谢第十四名的小易，快点，我给你机会改哦。谢谢谢谢第十四名的小易，谢谢。第十五名是四号，谢谢四号。Report 还在飞 ，OK， 等你飞，等 Report 飞。艾丽丽可以，好，我的手是热的，没有，你的手是冰的。我握了两天，你两天的手都是冰的，真的是太夸张了，怎么可以这么冰呢？谢谢谢谢四号，谢谢第十五名的四号，谢谢谢谢四号。第十六名是Eddie， 我突然有个疑问、欸、你的那副眼镜戴了多久啊？ 那副眼镜是你的标配、欸、你没有打内容啊 Eddie， 我乐乐可我骄傲，一起神真是神，什么评分都有难度。哎呀，当你爱的朋友不要激动，为什么？那个病人是那个柯南学的，骑车要打速有点危险。好好，那还是认真骑车好了，不要边骑边打，有点太危险。有，我刚刚有发现我念到哪。今天的莉莉好漂亮，我每天都漂亮。建议的合照滤镜没关系啊，大家调的好看就好了，没有特别指定。今天小枕头怎么直接一拖？因为我直接把它一拖吸。好啦，大家拜拜啦，今天就直播到这里啦，谢谢大家来找我。不就直出不行，直出，谢谢抓可能救救你哦。耶，好啦，那就 Snow 的什么什么 White， 我看一下。冬天的傍晚，Pale White 吗？我不会念的、欸、Pale White， 对，好啦，大家拜拜啦，好好写 report 啊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命，拜拜，保罗，好好写 report， 记得交。那我再想一想，OK。好啦，大家拜拜，谢谢大家握手会来找我。